我这黑死光是死亡的诅咒，被他碰到的东西必死无疑。人类，今天你的死期到了。至于你。 因为我并非人类，而是魔。老鬼，又是你！小子，我要再不出现，你可真就被人干掉了。而我见了老熟人，咱们也得出声打个招呼。你说是吧，奢比师？人类，我说你怎么如此嚣张？原来是身怀魔器啊！你的目的不仅是要拿到我蓬莱里的神力，更是要复活魔尊呐！复活魔尊？ 小子，你不是好奇为什么进了这古楼，我便可以随心所欲的出现，再无顾忌。是因为我已经靠近了蓬莱，而那里头所谓的神之力量，正是我生死之后无法被化灭的心脏，是我复活的关键。所以你的真实目的，是打开蓬莱，拿回自己的心脏，实现复活。没错，而这。 还得借助你，老鬼，你又控制我！小子，你不是想干掉越王吗？那就交给我，你马上就会看到何为碾压。 连当年的魔尊也是我们神尊的手下败将，你只不过是魔尊的一粒残器罢了，也敢在本宫面前放肆？那你呢？道魔祖师神座下的小小宠兽，一只畜生，也敢自称为王？那就要看看到底谁厉害了。 黑天星爆发。